一名网友日前分享自己的妈妈冰箱内存放许多已过期许久的食品，因为妈妈认为这些过期食品还是好的，因此舍不得将它们丢掉，让网友惊恐表示，当我得知妈妈用那些过期的食材做饭时，我吓死了，还好我们这次扔掉了大部分过期的物品。 What is that?Those are good. Not, I'm changing colors. You have to stop. You're changing habits.